烤箱读书会，聪明有智慧。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阿达叔叔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薛蓉姐姐。欢迎电视机前面的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参加我们的烤箱读书会哦。薛蓉姐姐啊，把眼睛闭起来。要干嘛？我给你吃个好东西。真的是好东西哦？是，好吃的。好吧。好，眼睛闭起来，嘴巴张开哦。啊。来，尝尝看。这是什么？阿达叔叔，你干嘛给我吃柠檬啊？怎么样啊？感觉如何？哎呦，酸酸苦苦涩涩的。哦，好，那你再闭起来。我不要，我不要。哎呀，我这次保证，保证绝对是好吃的东西。真的哦。真的，眼睛闭起来。好。来，试试看这个，尝尝看。喝的。甜甜的耶，酸酸甜甜的，柠檬水。对，柠檬水。刚刚吃柠檬，现在喝柠檬水，感觉有什么不一样？柠檬如果单吃的话，又酸又苦又涩。对。可是柠檬加了点水跟糖之后，就变成好喝的柠檬水了。是啊。你不觉得我们人生有时候也很像这样？人生，像柠檬，像柠檬水。是啊，有时候我们的人生难免会出现一些柠檬，让我们觉得又苦又酸又涩，然后很难过、很悲伤、很痛苦。可是如果我们可以在这些事情上面加一点水、加一点糖，说不定他们就会变成好喝的柠檬水哦。阿达叔，虽然我不是很了解，可是我有一个想法。什么想法？我想说，等一下小朋友来，我们也给他们尝尝看。好主意呀！好，小朋友来了，好，我们去开门，走。嗨，小朋友，欢迎欢迎，你们好。嗨，欢迎欢迎，来。我跟你们说，今天阿达叔叔跟薛蓉姐姐要先给你们尝一尝好东西。什么好东西啊？现在肚子正好很饿哎。真的吗？好，来，把眼睛闭起来。先把眼睛闭起来哦，不可以嘴巴张开哦。给你们尝好东西。对，嘴巴张开，不可以偷看。嘴巴张开哦，嘴巴张开哦，嘴巴张开。来，咬住哦，咬住，咬住哦，咬住哦，不可以。嘴巴张开哦，咬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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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怎么样啊？怎么样？好酸哦，好酸。好，可以拿下来。好，拿下来，拿下来，拿。好了，薛蓉姐姐，来收起来。怎么样？好酸，好酸哦！好酸，好了，刚刚那个很酸了，我知道了。你们再把眼睛闭起来。不要了！薛蓉姐姐跟你们保证，这个一定是好东西。对，而且不酸。不酸。把眼睛闭起来。来，眼睛再闭起来。嘴巴张开。眼睛闭起来哦。嘴巴张开。好。来。手上拿好哦，手上拿好，来，等一下哦，我们都拿到了再一起喝，来，拿好哦，好，来喝喝看吧，这个怎么样？怎么样？甜甜的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什么东西？柠檬水。对呀，你们刚刚吃的那个酸酸涩涩的柠檬，可是我们加了一点糖，加了一点水，变成好喝的什么？柠檬水。这个好喝，对不对？阿达叔叔，薛蓉姐姐，你们为什么要给我们吃柠檬和喝柠檬水啊？是因为刚刚阿达叔叔跟薛蓉姐姐说啊，人生难免会有几颗柠檬出现，但是只要加了糖，加了水，就可以变好喝的柠檬水耶。小蜜甜柠檬。好啦，你们现在不懂没关系，听完我今天要跟你们讲的故事，你们就会懂了。可是阿达叔叔，在听故事之前，我们是不是要先做点心？是。而且你们一定猜得到，我今天点心里面一定会放什么？柠檬。好，走，我们去做点心吧。走，我们去做点心。大家一起来做点心喽！我们要准备什么材料呢？鸡蛋四颗，白细糖100克，低筋面粉120克，柠檬汁2大匙，沙拉油45克。香草精1/4茶匙，柠檬巧克力200克。阿达叔叔，那我们赶快开始做今天的点心吧。好，我今天做的点心当然跟柠檬有关。我今天要做的是柠檬蛋糕。阿达叔叔，不要太酸了，我怕酸。好，我今天把酸酸的柠檬变成甜甜的蛋糕给你们吃。来，首先
我们要请妈妈帮我们一个忙，把蛋白跟蛋黄分开，因为我们蛋白要单独打。来，谁要帮我拿这只大家伙？蔡宁没拿过哈，来给你。来，记得里面有东西要从什么？低速。你们打过的提醒他，从低速一开始，好。好。好，可以慢慢加速。它本来是液体，对不对？哎，等一下会变成白白蓬蓬的哦，会有越来越多空气可以打进去。有没有注意看那个泡泡变得很细很细，对不对？而且这样子打都不会黏在那个打蛋器上。是，好，我要请瑞成帮我加一半的糖进去，先加一半，看你倒的准不准。不够，再加。嗯，好，差不多了。来，好，请蔡宁继续打。注意，你们可以注意观察蛋白的变化哦。看不太清楚，糖在哪。这个蛋白会变得跟刚刚又不太一样哦。打别的东西，这个上面都，那个上面都会黏住啊，这个中间还是空的。对啊，因为它现在还不是一个固体的状态。来，把剩下一半加进去。为什么要一半？对啊，为什么要分两次啊？这样蛋白比较容易啊跟糖对融合在一起。对，因为它越来越浓稠了，有没有？有没有看起来有点像？对啊，就像刚刚瑞成讲的，有点像荔枝冰淇淋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我来帮忙。根本都是蛋黄大便。好了，蛋白大便是。好，我要请那个欣威把蛋黄加进来，我们要让它变成。一颗一颗。不用，全部倒进去。让它变成冰淇淋，让它变成看起来像芒果冰淇淋。来，继续打。哎呦，你们有东西的时候要从低速开始。嗯，好，可以加速。哦，芒果冰沙，芒果冰沙。看它变颜色，对不对？嗯，芒果冰淇淋。好，没有，你继续打没关系。香草冰淇淋。对，香草冰。会比较香。大概没有。好，你要小心，你要拿起来的时候要很小心。接下来呢，来那个甄薇把筛子给我。要过去。好，来，你跟甄薇换一下位置，我们请甄薇来帮我筛面粉。先筛一半，先放一半进去。来，哎，阿达叔叔，这次用的蛋比较多。对，全部都四颗蛋，四颗蛋，因为我们这次我们要做的是是那种蓬蓬的蛋糕。来，你把面粉筛进去。就像你们吃的生日蛋糕里面的那种海绵蛋糕哦，比较软的那一种，对，比较软的，所以它的面粉的量也比较少。好，接下来是这个蛋糕最难的一部分，最难的一部分哦，搅，就是你们平常怎么搅？我们就这样搅吗？不是，你要挖面锅。哦，今天我们要拌这个面粉要用一个方式，你们会不会写一个字叫做井，水井的井？会。你要开始用水井的方式来刮。写水井的方式，没有九宫格。九宫格的方式，你说这样，他们搅拌的均匀吗？应该蛮均匀的吧。你知道为什么要用这种特别的方式？因为我们刚刚在里面打了很多空气，对不对？嗯。如果你搅，一直搅，一直搅，一直搅，你就会把那些空气都搅散，那你的蛋糕就会变成什么？硬邦邦。对，我们要把空气留在里面，所以要用这种方式来搅拌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要倒量，我们要把剩下的材料倒进去。这个是沙拉油。沙拉油，我还以为是妈妈炒菜的沙拉油。还有呢？这个是什么？柠檬水。还有呢？这是什么？柠檬皮。都是你们刚刚吃过又酸又涩的东西，对不对？好，继续。比较香，你只要把表皮那个黄黄的部分刮下来。洗干净。对，其实那个部分非常的香，可以烤蛋糕。嗯，来，接下来呢，就是这个可以，这个模里面，嗯，那个很像杯子蛋糕。这个模对，很像杯子蛋糕的，对不对？嗯，我们就可以把它放进去，变成杯子海绵蛋糕。哇，杯子海绵。但是你不能放太满，因为它会怎么样？它
爆炸，它会膨起来。对，阿达叔叔，那上面的那个上面它会自己变成平的，对吗？对，它会自己变成平的。你大概加到八分满就可以。嗯，你可以加到满满的，不然满满还有膨胀变形。膨出来，对，它会。然后现在那个面很鼓，对不对？好了，弄好了。来，我们把烤箱预热到180度，放进去烤20分钟就好了。哦，那阿达叔叔这样就大功告成了吗？等烤好以后呢，我们还要在上面再加一点东西，让它变得更甜，不会那么酸。嗯，什么东西？等蛋糕的时候呢，我们去干嘛？听故事。好，走走走。这个故事里面有两个人，他们是好朋友，他叫马林，他叫崔西。有一天，他跟崔西在院子里玩的时候，马林突然头很痛，然后就一屁股坐在地上。第二天，温老师跟全班的同学宣布一件很悲伤的事：马林生病，而且生了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病，叫做急性白血病。你今天一刚开始就跟我们吃了柠檬，跟喝了柠檬水。嗯，那今天的故事是当然跟柠檬也有关系。来，这是我今天要讲的故事。柠檬的滋味。柠檬的滋味到底是怎么样？你们刚刚很酸，很酸，很酸。所以呢，如果我们生命里面出现了一颗柠檬或两颗柠檬，一定会觉得很酸，很酸，对不对？又苦又酸。今天要讲的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哦。这个故事里面有两个人，他们是好朋友，他叫马林，他叫崔西，他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大，从幼稚园一路长到国小都同班同学，所以他们感情非常好。国小五年级的时候，他们一起在温老师的班上，他们非常喜欢温老师，因为温老师非常会讲故事。那温老师的书桌上呢，随时都摆着一篮柠檬，黄色的柠檬。每天放学回家的时候呢，他就会拿起两颗柠檬，跟小朋友说：“来来来，小朋友再跟我复述一遍哦。当生命给我们两颗柠檬的时候，我们要怎么办？”所有的小朋友就会说：“加点什么水，还有加一点什么糖，就可以变成好喝的柠檬水。”对，变成好喝的柠檬水了。你们刚刚看马林身材有一点怎么样？胖胖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在学校常常被同学嘲笑。所以有一天，马林就跟崔西说：“我从现在开始要减肥，而且我一定要瘦下来才行。”果真，接下来的几个月，马林每天吃减肥餐哦，而且他就变得越来越瘦，越来越瘦，越来越瘦。有一天，他跟崔西在院子里玩的时候，马林突然头很痛，然后就一屁股坐在地上。崔西就说：“马林，你还在吃减肥餐吗？你不能再吃了，你已经够瘦了。”马林说：“我没有，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头痛，而且我就身体越来越瘦了。”崔西就赶快找妈妈来帮忙，就把马林送到医院去检查。第二天，温老师跟全班的同学宣布一件很悲伤的事：马林生病，而且生了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病，叫做急性白血病。你知道急性白血病就是什么？就是癌症。对，血液的癌症叫血癌。对。那有一个小男生就说：“啊，那马林会死掉吗？”老师说：“马林不会死掉，但是他必须接受很辛苦的治疗。你知道癌症的人要做化疗，对，头发会掉光，头发会掉光，那很痛苦的。所以呢，他说他需要马林需要我们全班同学一起鼓励他。那天下课以后呢，全班同学都出去了，只有老师一个人坐在教室里，他看着窗外，好像心事重重的样子。”而崔西放学回家的时候就一直很难过，他想：糟糕了，马林这下他遇到的柠檬，可能加再多糖跟水都没有用了。果真，几个礼拜以后，马林开始接受化疗，他的头发就开始怎么样？掉了，而且不但掉，而且他会一直想吐，很恶心。然后他心情就变得很坏很坏，只要每次崔西跟老师来看他，他就会一直生气，一直骂人，一直哭。然后呢，像这一天呢，那个温老师跟崔西又来看马林，马林就很难过的一直哭，说：“你们不要管我，你们都没有人了解我有多痛苦。”可是温老师就抱着马林说：“马林，我完全知道你的痛苦，我知道你有多痛苦，我知道非常非常的难受。可是无论如何，你一定要让自己赶快好起来。”好了，几个月以后，马林做完化疗以后，就可以回学校上课了。回学校上课那天。他一进学校就发现全班同学都
都在迎接他，而且每个人头上都戴着一顶怪怪的帽子，对不对？那马林因为没有头发，他就绑了一个头巾。结果一进教室以后呢，同学们都把帽子摘下来了。结果当当当当，哦，剃光头。对，全班同学为他做了什么事？就是把头发剃光，头发全部都剃光。哇，连老师也是哎。他们为他预备了一个欢迎会，然后马林呢，很快的就融入了同学，跟大家一起上课。后来马林跟崔西跟温老师感情非常好，他们就组了一个柠檬水三人组。好啦，几个礼拜以后呢，所有的同学头发都长出了一点点哦，连马林的也是。全班只有谁还包着头巾？老师温老师。这时候马林就觉得不对了。他就写个纸条跟崔西说：“崔西，跟温老师说，柠檬水三人组下课以后要到操场的老树下面见面。”结果他们一到老树下的时候，马林就问温老师说：“温老师，你老实告诉我，你也有对不对？”温老师就吞吞吐吐地说：“对，我也得了癌症，我得的是乳癌，我现在正在做化疗跟电疗，接下来我要接受手术。”然后崔西就跟温老师说。温老师，你绝对不可以被病魔打倒。你常常鼓励我们要怎么样实现自己，对，实现自己的梦想。你不能让这个病魔打倒你，然后呢，让你阻碍你去实现梦想。马林又说：“对，温老师，你不要忘了，你常常提醒我们，当生命给你两颗柠檬的时候要怎么办？加一点水，还有呢？加点糖，变成什么？柠檬水。”温老师就觉得很受鼓励，就说：“谢谢你们鼓励我，我会努力的。”于是他们三个人就一起喝了好喝的柠檬水，干杯。几年以后呢，所有的同学都聚在教堂里面，大家都非常安静的在等待一个时刻哦。哎，音乐响起了，接着谁进来了？崔西跟马林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他们当了伴娘，穿着柠檬色的衣服，有没有？后面是谁呢？温老师，哎，你看他们有没有把那个苦苦酸酸涩涩的柠檬变成好喝的柠檬水？有。你知道崔西跟马林后来在做什么吗？这个是崔西，这个是马林。马林后来呢，跟温老师一样当了老师。那崔西呢？医生。对，他当了医生。然后温老师后来有没有当医生？有，他也后来也当了医生。对啊，所以你看哦。他们后来都实现了自己的梦想，对不对？所以阿达叔叔，我大概能够理解你刚开始问我那句话是什么意思了。要对、啊、当生命给你两颗柠檬的时候，我们要怎么样？加点糖，加点水，就可以变成好喝的柠檬水。哎、嗯，那小朋友，你们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？对，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是不是糖和水就是？你往乐观的地方想，然后柠檬是悲伤的事。哦，柠檬是悲伤的事，对呀、啊，我们来看，你觉得糖跟水是你克服难关的方法？啊，糖跟水是我们可以帮助我们克服难关的方法。对，你们讲的太棒了。哎，对啊，小朋友，如果今天你们是马林的同班同学，你们也会跟着一起剃光头吗？哎。对啊，好问题。如果你们是马林的同学，你愿意为他剃光头？愿意吗？要说实话啊。慎重决定。慎重考虑决定。好，你愿意吗？瑞成，愿意吗？你愿意帮他剃光头吗？这件事情很难。对，真的很难。所以全班同学为他做了一件很难的事。好，看起来你们不太愿意。如果知道，那如果你们不愿意的话，你觉得你会用什么方式来帮助马林，帮他加点糖加点水？你会用什么方式？不是剃光头的方式，你会用什么别的方式来替马林加糖跟加水？给他喝柠檬汁。给他喝柠檬汁，每天泡柠檬汁给他喝吗？还有呢？鼓励他。用什么方式鼓励他？你好可爱。哦，哎，那你们有没有像马林那样？比如说，你们生命里面也曾经出现过一两颗柠檬，有没有？你们生命里面有没有出现过柠檬？有。有啊。好，你的生命里面出现过的柠檬是什么？我之前就得肺炎，然后呢，每天都得要吸那个很像食盐水，就很想
很想吐的那种味道，超恶心的。喷雾对不对？对啊，而且每天还要吃药，有红色啊、橘色，然后超恶心的。对啊，所以生病真的是很痛苦的柠檬。那阿达叔叔，你呢？我的柠檬跟这颗差不多。啊？对啊，因为我也得过类似的病。我那个时候念完书，我本来要出国去读书，结果呢，后来就被医生检查我的食道出现不好的东西，然后呢，我不是要不只要做治疗，我还要去开刀。那开完刀以后呢，我就出现一个很严重的后遗症，就是我没有办法吃东西。我也没有办法喝水，我水喝下去就吐出来，吃东西就吐出来，所以我那时候几乎每天什么事情，因为我不能吃东西，所以你们说打点滴，我那个点滴是24小时都没有离开过，它就在我身上，然后就这样打点滴，然后我就越来越瘦，我也不能，所以后来要经过很长的时间，我的身体才慢慢复原。那阿达叔叔，你现在几公斤？不告诉你，应该已经恢复了。对，因为呢，遇到这种事情，你可以选择很自暴自弃，对不对？但是你也可以选择什么？向上提，加点糖，加点什么？糖，加点水。对，我那时候加糖跟加水的方法就是我开始写故事，因为我什么事情都不能做，我每天就在床上开始写故事，写故事。所以刚刚那个故事。对啊，所以后来我才开始写故事给小朋友看，那个就是我为我的柠檬加糖跟加水的方法。对啊，一直讲到这个柠檬，阿达叔叔，我们的柠檬蛋糕烤好了耶！哎，走，赶快去吃。烤好了，有没有闻到香味啊？好香，香的。有没有酸酸的柠檬的香味？好，来，我们先把蛋糕拿出来放凉一下下哦，因为我们还要做另外一件事哦，小心来。好香哦！我说我们要在上面再加一点甜甜的东西，让它变得更像。有甜味的柠檬的蛋糕，对不对？是那个吗？这个是什么？是奶油，不是奶油。来，我拿一点点给你们偷吃看看。你告诉大家是什么？巧克力。什么样的巧克力？有点酸，有点柠檬。柠檬的巧克力，对。那我们现在把巧克力融化，融化的时候你一定要隔水。如果你直接放到瓦斯炉上或电磁炉上去融化的时候，它会烧焦。对，它很容易会烧焦。好，融。好了，你都不怕烫吗？没有，它不太，它其实隔水加热的好处就是它不会烫。巧克力融化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就可以在这个蛋糕上面怎么样？加一点，淋上一点点巧克力。可以做图案，对不对？对，你可以做出各种不同的图案。淋上一点巧克力，你要把它淋得满满的也可以。好，那你们就自己加，然后呢，慢慢吃哈。通过今天这个真实的故事啊，让我觉得我们人生中难免会遇到一些挫折或是打击，然后觉得常常会感到心力交瘁。对，这让我想到一首歌，什么歌？叫做《风雨中也能飞翔》。哇，非常适合这个充满爱跟勇气的故事呢。真的，我想要特别介绍给电视机前面的朋友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一边吃着好吃的柠檬蛋糕，喝着甜甜的柠檬水，一起来欣赏这首好听的歌。那今天的烤箱读书会就到这里结束喽，下次依然会有阿达叔叔、萱蓉姐姐带来好听的故事以及好吃的点心给大家喽，欢迎大家再来玩喽！烤箱读书会，聪明有智慧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人生旅途。